14日中午，重庆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，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委员、政治部主任蔡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接受重庆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正式而微信 ID XJBZSA 注意到，这也是继重庆市公安局原党组书记、局长何挺被处分后，重庆警界再有重要官员落马。去年10月，重庆市政府原党组成员、副市长、市公安局原党组书记、局长何挺因严重违纪受到开除党籍、行政撤职处分。经查，何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为谋求职务晋升搞贪腐，长期搞密泄活动，对抗组织审查，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违规公务接待，挥霍浪费公共财产，违规出入私人会所，频繁接受私营企业主宴请，办公用房和公务用车严重超标，违反组织纪律，破坏党的选人用人制度，违规选拔任用干部，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，违反廉洁纪律，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，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，违反工作纪律，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。何挺于2012年接替王立军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，去年6月不再担任，去年7月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，肩膀分裂，指导协调室负责人邓辉凌空降重庆，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、局长。此次被查的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委员、政治部主任蔡平，长期任职于重庆政法系统，曾与何挺共事两年多。蔡平出生于1963年9月，重庆潼南人。1986年从重庆市人民警察学校公安保卫专业毕业后，就进入潼南县公安局任职，后任公安局副局长，县委政法委书记。2009年，他由重庆市潼南县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调任重庆市双桥区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。2011年12月，其职务再调动，调任万州区政府党组成员、区公安局党委书记、局长，后同时担任万州区副区长。2015年2月，他进入重庆市公安局任职，担任党委委员、政治部主任。当时执掌重庆警界的正是何挺。正是而注意到，在8月6日，重庆市举行政法机关服务民营经济发展新闻通报会，蔡平还曾出席。去年8月9日，重庆市委第一巡视组向市公安局党委反馈巡视情况，巡视组指出，重庆市公安局党委肃清保王思想遗毒影响不彻底，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不强，肃清思想遗毒措施不够深入到位，党委和新领导作用发挥不好，党建工作抓得不实，民主集中制落实不好，民主生活会整改不到位，落实两个责任不力，全面从严制定不严，追责问责十足柔软，办理信访举报不力，从严制定不力，对存在的问题整改不到位，选人用人工作不规范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突出。同时，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，已按有关规定移交纪检机关和组织部门处理。蔡聘简历：蔡聘，男，汉族，1963年9月出生，重庆潼南人，重庆市委党校在职研究生，1986年7月参加工作，198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84年9月到1986年7月重庆市人民警察学校公安保卫专业学习，1986年7月到1995年1月次川省潼南县公安局双江派出所民警、内勤干事、副所长、所长，1995年1月到1997年6月四川省潼南县公安局正兴街派出所所长，1994-01-1996-12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大专学习，1997年6月到1998年1月重庆市潼南县公安局正兴街派出所所长，1998年1月到2000年6月重庆市潼南县公安局副局长，2000年6月副2002.06重庆市潼南县委政法委副书记，主持工作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兼
1997年1月到2000年12月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大学学习。2002年6月到2003年2月重庆市潼南县委政法委书记，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兼。2003年2月到2009年11月重庆市潼南县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。2002年9月到2005年6月重庆市委党校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研究生学习。2009年11月到2011年11月重庆市双桥区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。2011年12月重庆市大足区委常委。2011年12月到2012年2月重庆市万州区政府党组成员、区公安局党委书记、局长。2012年2月到2015年2月重庆市万州区政府党组成员、副区长、区公安局党委书记、局长。2012年9月兼任区公安局督察长。2015年2月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委员、政治部主任。